在过去，货箱搬运需要大量的人工，而现在只需要一台多层料箱机器人就可以轻松搞定。它是如何做到自动且高效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多层料箱机器人无需人工驾驶，就能把货架上的料箱搬运到指定位置，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的搬运，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搭配调度算法。 能够规划最优路线和最佳搬运方案，可以实现单趟多任务的搬运。多层料箱机器人不仅能够。 装置将监测区域分为减速区和停止区。当障碍物进入减速区时，多层料箱机器人以预先设定好的速度减速运行。当障碍物进入停止区时，多层料箱机器人立即停止，避免发生碰撞。安全又高效的多层料箱机器人。 能够在不改变原有货仓布局的前提下，代替人工不间断的高效工作。在未来，随着多层料箱机器人的普及，能够助力智慧物流的发展，让物流变得更高效。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带电作业机器人。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电一直是我们生活中能源消耗的重要部分，小到日常照明，大到城市运行，都离不开用电需求。电器设备在长期运行中需要经常测试、检查和维修，而带电作业能够在供电设备运行状态下。 进行检修、消缺等作业，为供电可靠率、电网供电可用系数提供了有力保障。人工进行带电作业时，需要特别注意高空高压可能带来的触电或坠落的风险。如今，带电作业机器人的出现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随着电网设备规模的不断扩大，供电单位引入了由绝缘斗臂车、车载遥控器及机器人作业平台组成的带电作业机器人替代人工。如今。
只需要操作员使用遥控装置进行远程控制，即可完成各项作业任务。带电作业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视觉识别、三维重建等技术，可自主完成带电作业路径规划，并运用人机交互系统与作业人员协同工作。操作人员只需在地面手持平板点击屏幕，机器人就能根据电力设备的实际位置，通过两只绝缘手臂在高空中灵活伸展，抓取更换作业工具，完成拨线、穿线、锁紧线夹等一系列复杂操作，安全高效地完成带电作业任务。目前呢，我们已经具备了全部电压等级的带电作业能力，尤其是在十千伏配电线路检修工作中，带电作业应用最为广泛。带电作业机器人能够代替人从事异物消缺以及解答供头线等工作，真正的实现了高效、安全、机械化作业。带电作业机器人的应用，确保了作业人员与带电设备零接触，在保障施工人员安全的同时，也帮助电力系统朝着数字化、智慧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绿色防控体系，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金银花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中药材，在中医药领域有着较大的使用量，然而病虫害、杂草蔓延等都是金银花种植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据说生物防治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两个昆虫饲养笼里面分别放入了一些金银花，这些金银花上都有同一种害虫甜菜叶蛾，同时放入了一些寄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生物防治是如何消灭害虫的。喷洒化学药剂的昆虫饲养笼里，甜菜叶蛾和其他益虫均已被无差别的消灭，且呈现出干瘪的情况。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生物药剂那边防治的情况吧。好，好像确实这个状况不太一样哈。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蜜蜂啊、瓢虫啊还很活跃。看看这个甜菜叶蛾呢，这个甜菜叶蛾的尸体好像胖了一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生物药剂里面加了甜菜叶蛾核型多甲体病毒，大量病毒在它的体腔里面进行繁殖，使它的体型进行肿胀，最终啊导致它一个死亡。从实验中我们看出，生物药剂有针对性地杀死了害虫，却不会伤害益虫等其他生物。这样的技术就是靶向控虫技术，是绿色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这套绿色防控体系还包括肥菌同施、科学治草、增肥保伤等方面，因地制宜地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保证农作物的健康生长。我们金银花的绿色防控系统，其中我们上了一套设备，就是肥水化一体机滴灌系统。我们把有机液体肥料、水、微生物制剂，通过这一套滴灌设施，把200多亩地很短的时间之内全部滴灌完毕。在山东九景鹏金银花基地，使用微生物制剂、天敌生物等进行有害生物的绿色防控，对金银花死磕现象取得了比较好的防治效果。九间棚村还请农业专家根据当地情况改良土壤，并通过铺设防草布、套种山楂等其他作物的方式科学治草，让绿色防控体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生态圈。九间棚以金银花为代表的中药材也因为品质高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我相信未来中药材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一定会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色生态防控体系，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找到了绿色农业的新发展方向，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